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产业资讯，位于 Scambut 的 United Point Residence。United Point Residence 是新加坡著名发展商 UOA Group 一项广受瞩目的发展计划。现在发展商打进了 Scambut 斯诺莫的市场，在该地区留下了卓越的标志。此发展项目于2019年2月完成。位于 North Gala 的 United Point Residence 是一个永久地位的混合开发项目，它永远改变了南方的景观，吉隆坡甲洞区。 United Point Residence 的发展包含着服务式公寓和零售商店。United Point Residence 位置最具市场策略性，可轻松抵达主要的公路，步行便可抵达永旺购物中心、Mr. DIY 商店和几家著名的餐厅。今后将会有电影院和 KTM 站的设备。中间那个比较大。此公寓是一个高密度的发展计划，整个项目一共有2509个零售和房屋单位，横跨于面积有 9.8 英亩的永久地切土地上。United Point 具有三座套房式公寓与占地3英亩的室备，其室备包括游泳池、烧烤区、儿童游乐场和健身室，每栋楼皆有45层。这里的房屋有八种不同的布局设备，面积介于667平方英尺和1206平方英尺之间。每个房屋将配有至少一个停车处和两间卧室。夕阳西下，美丽的黄昏近在眼前，这里黄昏的景色美不胜收。United Point Residence 的周围有无数的公共设备，如国际学校、政府学校、医院、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。好，这个来了，你
United Point Residence 通过多个主要高速公路，有良好的连通性，接通多个主要郊区。其中的高速大道包括白沙罗淡江大道 Duke Highway、 淡江大道2 Duke 2、 白浦大道 LTP、 本查拉大道 Benchala Link、 南北大道 Plus 和第二中环公路 MRR2。 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就到了尾声，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为大家准备的内容，希望大家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，谢谢。